正常发挥频道会员召集令，四种频道会员壮大我们监督的力量，欢迎您召集亲朋好友加入，让正常发挥的声音不会被消失。我要给大家看这个哈，先看这个消息哈，我们现在看367-57票，众院秒通过400亿的援屋预算，不得了，又弄钱，又要给钱了，但是现在被骂什么？抗疫的经费却被搁置了。你把钱拿去援助乌克兰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国内造成经济问题，难道你美国总统不管了吗？好，有多惨？来，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飙涨，好，每加仑$4.37创历史新高。现在连英国、美国啦，哈，婴儿奶粉的供应都短缺，你有钱还买不到奶粉，有奶粉你可能也没有钱买。好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这位独眼龙先生啊，他是美国共和党的众议员，他居然语出惊人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各位，你别骂，我们把钱给乌克兰是个非常聪明的投资。”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哈，你看，我们投资摧毁我们敌人的军队啊，我们的敌人当然是普丁嘛。好，投资摧毁普丁俄罗斯的军队，但是你看我们多聪明，好，不损失美国的一兵一卒。嗨呀，真是门好生意呀、啊！”在我看来是个好主意呀、啊！哇塞，这个大白话你也讲得太不掩饰了吧？好，因此现在你众院过了是吧？但抱歉，我参院的共和党议员就阻挠这400亿的援乌法案，我让你卡关，我让你没有办法把钱拿出去，把钱留在国内。好，是他，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叫保罗，保罗说哈。不能摧毁美国经济来拯救乌克兰，美国人正经历通膨，国会确实想着要尽快拿出更多钱来加剧民众的痛苦。我认为这句话有意思，加剧民众的痛苦，加剧美国人民的痛苦，也加剧乌克兰人民的痛苦，甚至加剧全欧洲、全世界人民的痛苦。而且你美国拿那么多钱援乌克兰，真的有用吗？来，我给大家看这个，这两位都是被俄罗斯俘虏的，这是士兵，这是长官。好，来，这个士兵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哈，美国给的标枪啦，相关的武器都是被吹捧的，在实战中没有用，还会卡壳啦，啊，有些电池还过期了，拿到哎、欸、要用就发现哎、欸、没电，这没有电啊，电池还过期啊。”好，那另外呢，他说，那另外这个长官说什么？他说：“美国的标枪在城市战毫无作用，我们一次射击都没有完成。”而现在看来，不只是人民议员对拜登总统有意见，连马斯克都有话要说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哈，尽管我认为哈，在2024年有一个不那么分裂的候选人会更好，但我依然认为川普应该恢复 Twitter。”他可能以前他以前对川普也是不假辞色，现在好像比较支持川普，希望川普回来。另外提到哦。拜登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他当选是为了改变国家，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希望你可不可以少一些戏剧性啊，别演啦，再演就不像啦。将军，这个现象很奇妙的，经济作战连最反俄的美国的现象都出来。我们从战场，我们这个节目很早以前就有在讲这个经济制裁啊，美国不一定占上风。你看啊，美国不是搞制裁令，全世界都要选边站、嗯、配合美国对乌克兰、对俄罗斯要搞经济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边讨论了好多集，现在战场上已经看起来没有大型的决战的行为了吧，对不对？嗯，都战争陷入在一个焦灼的状态嘛，对不对？那俄罗斯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这个老美在消耗他嘛、嗯、对不对？俄罗斯不是傻瓜，也在做消耗战的准备嘛。你看在乌东、在乌南的没有什么大决战的行为，但是消耗战来讲，俄罗斯从1991垮台就是很穷困的状况。嗯，这个民族这30年来不是很富裕啊、哦，这个穷困的国家过穷日子是能熬的了，嗯，它不是工业国家过很富裕的，它撑得下去，它熬穷熬得习惯的。但是美国跟欧洲不是熬穷的，养尊处优了，所以你要打消耗战，能熬是一个
有利条件。哦，对对对。所以你看这个能源开始一断绝以后，保加利亚现在已经骚动了，嗯，意大利松动了，哎，德国开始私底下用卢布买油了，哎，所以毛泽东以前也讲过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开始美国开始喊出这个人权啦、民主啦、自由啦，震霄云天呐、啊，大家都跟着喊、嗯。但时间一长了，肚皮饿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什么民主自由，哎、先顾肚皮呗。所以叫的最响的美国现在出事了，哎，对不对？参议院400亿不过关了、啊，你自己通膨是很现实的，嗯，尤其是喊民主自由的国家，没有一个总统不重视选举投票啊，是，对不对？你德国也是民主国家，嗯，法国也是民主国家，意大利也是，你只要碰到选举，吃不饱，通膨，那就完了，就完蛋了嘛，嗯，你没有选举的时间还好啊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你拿1.5亿去收买东盟、啊、你试试看，我叫花子啊，你耍那么一点钱，10个国家，所以现在这个制裁啊，我看已经面临快要崩解的状况，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我讲嘛，你拜登一天到晚周游列国，不管是收买也好，威胁也好，已经面临很大的考验了，嗯。我记得很早以前我跑到南宁去看，嗯，老共在东盟下的功夫有多大，嗯，那个东盟的使馆啊，在南宁盖了很多年以前就盖得很漂亮，嗯，他投资那边不止一天呢，嗯，所以东盟你现在拜登想去收买已经不行了，没那么容易啊，没那么容易了，尤其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，嗯，上次那个讲话你仔细听听，不要跟中国大陆开战哦。对呀、啊，再加上大陆哦，杜特地那个话，美国是双面人哦，我们绝对不能跟中国开战。飞弹还没来，这飞机没起飞，飞弹先到了哈，绝对不行。所以你南海的问题，你现在还在搞这个印太，嗯，你那个布局就不成熟了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印度很暧昧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唯一的就是马六甲海峡跟新加坡那一点实力、嗯、所以我觉得你布局是布得很广，印太的局我觉得并不乐观，实力不足，不足，他现在只有拼命加强这个东北亚，嗯嗯嗯嗯，碰到一个面目可憎的南韩总统，一拼命向美国那边去贴、啊、对不对？他唯一收获在这里，嗯哼，一个日本一个韩国拼命在那里贴，我觉得最滑稽的是，要韩国拿武器去贴乌克兰，我就不知道韩国有什么秘密杀器，可以让乌克兰的战局可以有什么可以？当时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我就想不出韩国有什么秘密武器，奇怪，可以让乌克兰的战局有所改变。我们学了军事学了半天。韩国是拿跆拳道去支持乌克兰，像我们当年国军傻傻的跑到韩国去请了教官，把我们耽误我们好多训练时间去学那个什么跆拳道，真是浪费我很多训练时间，只因为打死一个北韩的一个越共，搞得我们国军里面花了好多时间，我气死了，花了好多时间，难道说跆拳道要秘密训练乌克兰的军队吧？真的我想不通啊！美国还出来一招，你不敢教，我帮你转教，搞不好那个钢铁厂里面挖出3个韩国教官来，真的是说笑了，对。这个枪炮没有用，标准飞弹没有用，近身肉搏，近身肉搏，教你跆拳道、哦、真的，我觉得、啊、这个经济制裁啊，慢慢它的效果就浮现出来，嗯，所以这个世界还有的乱了，
所以这边呢，告诉了大家，温水神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 999，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